真的骑车啊，一定要专心看路。像是北宜公路是重机族的骑车圣地，不过有一名机车骑士啊，疑似因为太好奇路旁的车祸，又看到脱下了防撞衣露出双臂的女骑士，性感的模样让他看得太入迷了，结果就直接撞向山壁，整个人被卡在中间，非常狼狈。骑在北宜公路上，重机骑士看到路旁的车祸，忍不住发出惊叹声。一堆机车停在路边，还有人躺在地上，感觉相当严重。不过他马上注意到人堆中美丽的焦点。一名女骑士脱下防摔衣，穿着小可爱，露出双臂的性感模样，让人为之惊艳。不过看着看着，前面也出了一点状况。这边哪一个？前方的机车骑士疑似看得太入迷，结果不慎撞山，人就像夹心饼干一样被卡在中间，表情相当痛苦。只能说骑车一定要看路，否则前一眼看美女，下一秒撞山壁，不止自己受伤，也会影响后方的行车安全。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。